你知道吗，迪迦，其实有些时候旅行的时候可以结交新的朋友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就像现在我们在这里呢，就有这位漂亮的美女。 What's your name? Britt. Britt 是来自澳洲的嘛，对不对？ You come from Australia. Yeah. Why did you choose New Zealand?Because it's close for one, and I'm actually working up in Auckland at the moment. Okay. 所以他在奥克兰工作，那现在呢就来到 Rotorua 这里呢，度假啦，然后呢泡温泉。How do you hear about the spa? One of my friends comes from Wellington, and she told us about the spa in Rotorua.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It's lovely. 而且呢，如果你想要你的肌肤非常漂亮，更加的有弹性的话呢，就要来尝试 Polynesian Spa. All right, thank you.太舒服了，是，特别是如果你可以感觉到有点海风吹过来，然后呢泡在这大概42度的温泉里头的时候呢，肌肤会开始收缩，然后呢有那种紧绷的感觉，感觉上说整个人变得比较年轻，肌肤很有弹性，容光焕发哈。那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呢，准备要到新西兰这里的 Rotorua Polynesian Spa 的话呢，给你一些小贴士。因为呢，如果你要首先就是要尝试这个36度的这个体温，然后呢过后才38、40，最后就到42度的这个体温。是，那据说呢，如果呢你从不同的温度慢慢的上升到最高温度的时候呢，你的肌肤已经开始算是适应了，然后过后呢，当你要出去外头的时候呢，同样的从42慢慢的退到那个比较低的温度去的时候呢，等你回去的时候，晚上肯定是睡得很棒的。而且呢，如果你是一家大小来的话呢，有一个温泉池是非常适合小孩子的，那就是 family pool。那还有别的不同种类的这个温泉池哦，所以呢，你可以来这里尝试。